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测试柜？捷运五个大机场哦，就正常的大机场，只有两条测试柜，啊，一条在北斗机场，那另外一条就只有芦洲机场。那这个测试柜它全长1018公尺，啊，实际有效的是900公尺，啊，因为有一些范围是我们吊车啦，或是折返用的那个无效的长度，所以整体有效的大约900公尺。那这一条测试轨可以用最高65公里的速度去测试，啊，也就是说我车辆厂把列车维修好之后，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五级厂，啊，车子可以把它踩到最原始的状态，啊，都看不出是一台可以用的车。到组装回去之后，它就要做一些测试。那测试进到这个测试轨，啊，就会设定一些情境，让列车自动去测试它的那个功能。好，那这条测试轨，刚刚讲就是唯二全台北系统捷运系统高运量来讲唯二的测试柜，啊，全长1018，实际可用大约900。好，这是我们这边比较特殊的地方。